主料：冬瓜500克，皮蛋一个，辅料：姜丝、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将冬瓜切成小块，不要太厚，否则不容易煮烂。皮蛋切成八份备用。热锅油爆姜丝和皮蛋，爆过煮出来的汤特别棒。放入清水煮滚，倒入冬瓜煮滚，最后下盐。烹饪技巧：冬瓜性寒，要下姜丝驱寒。煮冬瓜千万不要翻炒，不然会变酸。另外盐要最后下，不然也会变酸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